哇，头上正中中央，下面乱作一团。哦呦呦呦呦，我去！欢迎收看小空的视频，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。对面换成狂战蛇野蛮人，然后我现在就只能使用海盗，我只有2900，前排有只有一个盾牌，剩下是狂战蛇，那肯定要拉开距离。好，十个，然后手枪兵把这狂战蛇给他先给一波伤害。手枪兵是四发手枪打完之后他就没有子弹了，他就变成近战，然后远程方面就靠这个火枪手了。来 start， 看到没有，两发直接把先秒两个狂战蛇再说。大哥，你们这是近战枪吗？干嘛？这么开枪的？德鲁伊啊，这是？我去，近战炮筒，这个是真的厉害，哦，好帅气啊！你看这个特写，太帅了！哦，近战炮筒，好。对面这一波多了一波，多了一波头毛手，试试我试一下这个 boss， 来 start。哎，我相信你很强的，我知道你很强的，上！我去，我这招太厉害了！哎，能背一个？我去！来，专克优异。旋风腿加那个啥加那个炸弹上，哎，没带人去，哎，不行，被小兵给灭了。来 fire， 我去，白岩，哎，我去，我去，两边对换，但是我更肉一些，他没穿衣服，我这有护甲，他中一发就死，我这边能中三四毛呢，我去，可以，海盗讲道理还是挺强的。好，下一步是对农夫，手枪兵来一波，然后上。哦，我去，有毒瓶儿啊！毒瓶太难受了。完，毒瓶打不过，毒瓶它会让人物直接摔倒，直接眩晕。哎，有点难。来个死神。啊，有还有毒牙，毒牙是 boss 更难打。哇，这个雷厉害，这个雷一波雷直接炸光了，我去，哎，我去，这个扔雷兵真是厉害，一发雷，哇，我觉得海盗好厉害啊，有枪械有 AOE， 这个雷炸一片，然后还能对地车4100，对车的话海盗船长加手枪，来，我船长 Captain， 船长这么厉害，应该不至于被这个车这样撞死吧？哎，对吧？我船长这么英勇，可近可远，看到没有？一枪，哈哈，哇，太帅了！你看这个镜头。哇，好酷啊，好的 nice。 日后对战骑士，1、2、3个骑士，骑士奶妈加攻手，先把奶妈炸了，然后对骑士的话来两个热，好，开始丢雷，好吧，奶妈炸了，好的，奶妈没了的话骑士就是菜。哎，我的人呢？
炸一个，我去，单挑吗？棒！哇，好强啊！这油桐火药手这么肉啊？我去，这么厉害吗？我去，真的假的？我去，这人呢？王克弓箭啊，这太强了吧这！战术摔，赢了！我去，他一人一挑六打赢了，这个太强了吧？不是，他这个兵种他是克远程，油桶克远程的。有几个扔雷的，得把这帮人炸了，然后全用这个长枪太强了，来一个这个，然后，来，好，来大王。我死光了，我太强了，这个他这个火筒兵我这都没炸死，这火筒兵也太强了吧。可以，哇，海盗兵种就是变态，我觉得 AOE 炸弹人他们要做就只是把炸弹丢出去就可以了，甚至我都不要英雄，全体全部这个上刺刀，全体上刺刀，开始。你看炸弹人炸成啥了？我去，牛头怪能怎样？七射全死。要不你别炸死了，死了，看到没？屹立不倒。蛇兵，我去，蛇弓，哎，蛇弓有点烦。完了，蛇弓，我要被蛇弓困死了。不行，这个蛇弓得远距离把它灭掉，不然一直在被蛇打。啊，蛇弓有点烦，还是蛇弓。我这个兵的就在于攻速太慢。上不去，完了，没了。从这边，强行过去，先把蛇弓干。啊，这个蛇弓太烦了。我还行，雷扔过来，好，看到没有？这雷炸过来，好，看到 boss。我的英雄，英雄能否上去？英雄别和蛇纠缠啊！好，近身就好说。好，雷扔出来，天女散花。我这海盗女皇真的太厉害了。死！我去，好帅气啊！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太帅了。宙斯扎圣盾，这么多盾牌，那这种 AOE 这种就是炸弹人一波全炸死，五个炸弹人全灭，然后选那个对付弩炮的话肯定是选小兵。好，这么多钱 start， 看到没有，先轰一波，先来个天女散花再说。他宙斯被枪打成，宙斯根本顶不住我的枪和雷火弹，好吧，不过这真有点肉，还不死。好，不是海盗这个火枪兵有点太强了，这个有点过分。他输出高就算了，还很肉，主要是很肉，这个太肉了。这个身上装了一身油桶，装了一身那个酒桶。而且他主要是防远程，这个就很强。哎，完了，最怕的阵容，
牛神加狂战士加这个熊，这个有点恶心。好，欢迎熊，你熊死了，我去，英雄怎么都不如火枪，火枪还挺肉的。而这个火枪自己带后退，然后还带击退效果。我去，我觉得我可以纯火枪一路突到底了。火枪兵真的太无解了。偶尔几个炸弹人用来破坏一下对方前排的 AOE。对，然后后面全纯火枪来。哎，冰棍什么鬼？哎，这波好像有点打不过呀，不好说。还剩四个，我去，不是这火枪太肉了吧？这火枪。这个火筒兵太肉了，你看别的这种攻手啥就是一下就死了，这边身中多少箭还能依旧输出。对，全程火枪兵我觉得都输不了的感觉。哎，不等等，这个不好打，这个忍者的话他会原氏，还带个猴王，我去，原氏会反弹子弹，但是反弹又能怎样来？你们反弹又能怎样？对方的猴王摔死了，你在逗我？只剩忍者了，但是忍者也是。主要是我方太肉了，我方看到没有？这，我们太肉了，我火枪兵，踢的身板还是个远程输出，你看都没死，只是倒而已。我去，好，这波爆竹攻手，来，我去。一波骑射都没了，这海盗太强了。哎，这波我是不是射的火焰射的有点少了？但是我觉得打这帮人应该还是打得过的。和尚，崩死！我去，这帮我怎么感觉要输啊？感觉，哎，打偏了，还没死。我去，滚呐！哎呦，这一个人单挑，打输了。就应该一个位置来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怕弓箭手，直接这样打，贴脸呼一波。你看他爆竹的话打我一下，我杀不了我，但是我一枪他就死了。他烟花只是好看而已，主要这几个和尚有点难打，这和尚有点难打，和尚哎把好多兵打到井里面去。这儿有死，别鞭尸啊，大哥！哎，这俩人，哇！下一关古罗马斗兽场对的是骑士，画家加弓手，画家加兵弓加骑士，这画家两颗雷就没了。气球兵，我去！
哎，讲到了这个气球攻守有点客观，哎。想到了这个气球攻守好像有点克我，衰落伤害还是挺高的，哎，气球攻，哎，能不能近身啊？进不了身就麻烦了。完了，这气球攻守，哎。哎，这气球攻守有点过分，哎，啊，好烦啊，这个，哎，我用不了气球，现在只能用海盗。空中开枪，就这都没摔死，好弱啊！我去，这都没摔死。只不过他控制就很烦，他输出不高，他控制我就很烦。啊 ，boss！ 哎 ，boss， 炸弹，好的，又蹦出来一波。boss 比较重，所以应该不会被气球控太多。好，过去，对 ，boss 他比较大，比较重，所以不会被气球控住，这样就很强。一巴掌呼死，炸弹还没炸死，好，一刀砍死，这波赢了。他需要中好多下气球才能，而 boss 不会被气球飞到空中 ，nice， 哦，空中芭蕾，哦，好帅气啊！哦，这个海盗王是真的厉害。下一波长枪骑士加剑手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无脑火枪兵灭他们，来，第一波死一片，近战火枪兵就只问谁怕谁，我火枪打近战。好，顶住，你们很强的，顶住！哎，就剩你一个了。还得上英雄，好，炸飞一波，好，这海盗王也好弱啊！海盗王，好的，海盗王顶上去，顶上去，一旦接近距离，火枪，这种火枪兵、长火枪兵攻击距离超级远，但是防御超弱，而且攻速超慢，攻击间隔超长。哎，海盗王怎么死了？还行，就剩你俩了，就剩你们仨了。来，地面钢，我比你肉，谁怕谁？我比你肉，来，谁怕谁？哎呦我去，太强了！哎，啊，我去，我直接海盗通关了。感谢你游玩这个海盗关卡。好吧，整体来说，海盗这个兵种还是非常厉害的。我也期待一下下个兵种到底什么样。那之后再说吧。行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全面战争模拟器就在这里说了，那我们下期再会，大家拜拜。更多精彩视频搜索逍遥小峰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